哥，我有个问题，你是什么机会去说相声的？是不是因为周围的人觉得你很幽默、很会讲，然后就让你去？没有，我是这样，我之前学舞蹈，学完舞蹈之后考舞蹈，就是很坎坷。考完舞蹈之后，发现那一届舞蹈生只有五个，然后你开不了舞蹈班，然后我就报考的那个影视表演。之后我要去北京要考什么北影中戏嘛，家里没有钱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我身高也不够，我就觉得这个钱可能会打水漂。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同学，他就在德云社了。他说那个德云社招生，你要不要来？我说好啊好，我去看一看。为了能有一技之长，我去学的。